大家好，我是小甜心，带大家看看街市吧。今天的菜价肉价多少钱呢？菜心15元一斤，25元两斤；西兰花、莴笋、青瓜12元一斤；长豆25元一斤。肉铺全场48元一斤，猪手呢28元一只。好了，谢谢大家的支持，喜欢的点赞点关注，来波强烈推荐吧，下期见，拜拜。